我要看看看得着些，那是的，谢树哥的吻，谢树哥，犯人，不犯人不犯人，让他过把瘾吧。那鱼又上去了，你们缓慢点，你不要着急的，反正就是这一块。你要插鱼的话，你看到鱼啊，你要插它的头，不能插尾巴，插尾巴插不到的。你要对着它的头插。二蛋适合被踹，下去摸，下去摸二蛋，你下去摸吧二蛋。欢迎九爷特意忘了，欢迎九爷，欢迎九爷兄弟。这里面还至少20条鱼，我刚才一网围最起码30条。二蛋插毛线，对，南哥来了，欢迎南哥，南哥，南哥。欢迎我狼哥，给信心吧。对，航哥好，欢迎航哥。网边上不要戳的，你戳的扎这头，鱼还都扎这头。你把网钩边上搞混了呀，这样看不到鱼的。看货，好的。货在这个篮子里面。都草里头。嗯，欢迎大博士，大博士兄弟好，欢迎大博士兄弟。欢迎姚山丫头，欢迎欢迎。啊？丫头，欢迎丫头。鱼溜二蛋了，对呀、啊。哎，这鱼他妈的，可比不怎么玩的啊！我操，这不是好玩的吧？这插鱼不是好玩的。干啥？我这鱼没等到，简直我气死妈看的。后头有个鱼还好插线，你个管儿过去他没看到啊？一个尾巴，一个老虎蹲在我当块儿，一老远叉子也蹲来的。你管儿没看到啊？都躲在草里面了，你等一下下去一摸，它又全部又躲在那个角落了。还有40分钟，二蛋，你自己看着办。哎呦，逮到没有？逮了个毛！是大鱼儿小鱼儿？哎，这娃子插个钉逮到鱼儿，插个塑料袋，看到鱼儿就是吗？你摸给软大插的时候，你是给它给卡巴软大就使劲逮。你逮软大，它你就是你软大的话，你它水头又那个又反射。你看你逮着它插的话都插不到，你要是给它给紧紧点插。二蛋投降吧，还有40分钟。二蛋投降他是不可能的，二蛋投降是不可能的，等一下打他屁股。不要放，还是不要放，哪怕最后一分钟啊，搞到一个呀，我操！对啊。欢迎鱼钓鱼真，欢迎大鹏哥。二蛋投降了一半，就打一半。二蛋投降就打一半。我的字典里没投降。二蛋投降打一半，鱼哥可以不？鱼哥，二蛋打，二蛋投降打一半可以不？现在投降打一半可以不？慢点。他也是奔在网边上的，老车，把地址给我，微信鸵鸟花了。好的，鱼哥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投降50下，好的，谢谢鱼哥，感谢鱼哥，谢谢鱼哥，感谢我鱼哥，谢谢鱼哥，感谢我鱼哥的鸵鸟。谢谢勇，欢迎勇哥，谢谢大鹏哥送的荧光棒。好的，鱼哥，我等一下，我现在没拿手机，鱼哥。看到的，哇塞，这古泡泡，我操，这古泡泡走了，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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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了，感谢大鹏哥，
谢谢大鹏哥送的肉鸡。外国人吧。二蛋就是个逗逼，二蛋你等一下完犊子了，投降打多少个？我看一下，这个刚才说的，投降50下，都是50下就50下，我操50下，我等一下找个好硬一点的棍子，我等一下找个硬一点的棍子。嗯，还在进行中啊。我把这个鱼洗一下。我他妈插个小本具是不是？不然干了。给个面子啊，兄弟。不能晒干了，等一下。几条鱼好像被你赶跑了，全部。哇，是毛都没看到的。锤子的，绝对有这里面。欢迎我古风哥，欢迎黑鬼之眼燕哥。二蛋这样还不如随便插好点，对呀，随便插，碰到了碰上去，猛打我们过去了，粉一大块，你勉强插着就好。我瞅你咋看的？猛打个家伙过去了，你没看到啊？欢迎小白哥，小白哥好，欢迎小白哥。开张了没有，江哥？你看，插了一篮子了。他还男子鱼了。二蛋，你等下下去把这个草全部搬了，全部把这块草全部搬了。你看他往哪里逃？等下水清了再来插，把这个草全部搬了。感谢建哥的帮忙，谢谢建哥。谢谢我抽建哥。鸡我都没看到，我操，洋气鼻。感谢我抽建哥。看货，好的。建国，快来！建国来也没用啊，这个。建国。对，有周记叫。有货没呀、啊？有货，勇哥有货。怎么会没货嘞？不多，4条。我刚插4条，没插了，休息一下。他二蛋来了，他二蛋他说要插，我让他玩一下。讲不好，他有时候一头。你赶急了，他一头粘在那个草里面，他不出来，死活不出来了。你赶了几圈了，他就死活在里面了。白天能插到鱼啊？对啊，牛哥，欢迎牛哥，牛哥什么来的？欢迎牛哥，牛哥好，牛哥，欢迎我牛哥。白天用围网把它围起来再插呀。哎。这上面没有围网，外面没有。感谢我牛哥办卡，谢谢牛哥，牛哥大气，谢谢牛哥。你哪里不是你鱼泛黄那么多鱼，差白天都有啊？对啊，我们这边鱼是很多的，关键是这个水情，我们这里的水质好，关键是水质好，水质好，白天看得到，然后把鱼全部从底下往上赶，全部赶到这一块了再插。对，二蛋七八，牛哥。七八啊，牛哥不行了，我操，妈的，站都站不起了。嗯。欢迎抽奖就必中，谁插的？二蛋插的，二蛋插的，勇哥，二蛋牛不牛逼？二蛋插这么多。真的很。对，二蛋插的。看你要跟你个帅鸡巴回插啊。二蛋插的，欢迎字母哥。字母哥好，二蛋你还是下去摸吧，估计那鱼全部又躲在那个边上了，你信不信？鱼又躲到那船部边上了，你下去摸好一点。你要是下去摸吧，插人还差不多。欢迎连谷兄弟，连谷兄弟好，欢迎连谷兄弟。哎，啥位插吗？两脚最后插，一个大那一个大家伙，熊猫不能赢，一路打到个往顶上单机，就是。二蛋看你插鱼太累了，对呀、啊，他太累了，他等一下比干一天活，比那个半一天那个粉泥土还要累。他两个腿瑟瑟发抖，现在。哎，你看他的腿在颤抖，两个腿在颤抖。那的，你看他的两个腿在颤抖。这不好站啊！欢迎一生美女，欢迎楼上男人。
楼上男人兄弟，欢迎楼上男人。你去，你都去，等下打点去就行了。你别把我的船插了，别的都无所谓，你别插到我的船就行了。第一次看直播，这么的呀？第一次看直播这么的？如果扎心了，如果啊，如果能给点念，我操！哎，几条大货他没搞到，如果真的。给点你好不好？几条大货，两人要下去洗澡了，不会的，不会的。我在赶他，你别着急。我要把鱼赶出来，在网上你又不插，你赶出来有什么用？刚赶出来两条，你又不插。你下去摸吧，把裤子脱了下去摸。你在底下摸，你在底下只是使劲的脚，我就是上面插。这至少还有20条鲤鱼在里面。欢迎王琦，欢迎王琦兄弟，王琦兄弟，欢迎不用出差。鱼哥，你这个赌不是二蛋难受，是我们大家都难受。不难受，不难受。你打击我，你妈他妈就你们打击都没有了。哎呀，你都没看到鱼嘞。啊，你如在里面，如船不躲那草里面去了，你下去摸吗？欢迎在水一晃，欢迎欢迎欢迎大家，嗯，躲到边上了，你一赶的话它靠边了，你刚才一条大鲤鱼都躲到那个茅草底下的，哎，太难了，鱼哥，鱼哥别叹气，鱼哥，别叹气，啊，我的他妈了个逼，别叹气，别叹气。我这船又在打船，我操！你把我搞到茅草蹦进来了，我操！